关肯定要比这个难啊，不比这个难能叫第四关吗？哇塞！上面有东西吗？我再碰一两下就死了。哥布林他自己不吃了好吗？敌人不吃陷阱。哇，这个哥布林是个主播。哥布林怎么老 PP 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外号叫哥布林了？哇塞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老 PP 这游戏通关了吗？这游戏正式版才开始玩的，他可能测试版就开始玩了。这边要凉了，就只剩一点点血了。可以跳关。哇塞！醉了，还好能吃到这个肉。这职业能直接到第四关。我现在不是在拉在收集金币拉被动吗？被动不够的话想打通关太难了。一个怪打你100多血不算什么，这么离谱。好多开箱子打什么怪？对啊，这个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打箱不应该打怪了，就开箱子就完事了。我一直都在打怪。怎么无敌了？我去，大哥，你这什么被什么东西搞无敌了？有精通经验奖励。哦，对哦，还有职业精通经验奖励。哇塞，78点经验。我是终于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这么干了。这游戏真的是需要太多金币和经验了。那下面这个，啊，它是下面搞不了。潘多拉魔盒不敢动。35点觉醒，坟墓铃铛拿了。25%概率避开致命一击，血量上限被压缩了，加1%没感觉，10%就感觉大了。对呀、啊。
第二关的角色没救出去，还有什么角色啊？我就只是救了个披萨妹。这关到底有多长啊？我去！哇塞！这并不能无限走啊！你说这个真的离谱，他就刚好就跳那么一点点，不给你跳完。哇塞，真的好厌这金怪！哇塞，就看这个弹幕。真的注意了，又开始锁血。后面更长。来，快肉吧，大哥！我刚拿那个装备是什么效果来着？哦，25%概率避开致命一击，这已经不能再拿了，再拿我就凉了。又是一个失恋，都是要求无伤失恋，是不是？付出会有回报。显示奇力啊，无伤失恋我打不起，我要现在尽量能苟到多久苟多久。对啊，拿了我就没了。哇塞，这火球术追不到他。哇，这个就离谱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没办法，我就他这个出场就是只有火球术，来点鸡腿啊！哎，哇塞！来个鸡腿呀、啊！我去，哎，终于来了！哇，差点就回满血了。哎，早知道我就……啊，我也没办法先下去。鸡腿是一出了以后，你不捡就没了。上面是什么？就往下倒了。用完技能池不扣血吗？不会吧？那个用完技能池不会扣血吗？还有这样的能力吗？
欢迎什么来了啊、哦、我还以为说你来直播间呢。这边 boss 出来，哇，我第一次知道用万金的直播会扣血。这门直接是开着的，不知道 boss 有什么弱点不清楚。哎，恢复点生命值。对啊，游进技能的时候他会直接中断的。谢谢狗头人粉丝一万，欢迎啊！哎，他掉下来会有的骨头。哇塞哇塞，要不要打？哇，真是麻烦。哇，这会掉骨头。他这个掉骨头有点恶心。这个等下跳一下，刚刚使出致命一击躲开了。完了，奇迹，刚触发了一次避免致命一击，但是还是没撑过去啊。哎，运气不错，又来一次新术师，可以可以，再用一次新术师。这里是啊，冲击波，这冲击波不太好啊，这法术不太好。白星是什么？灵柱光谱，冻结燃烧，爆裂效果。要不我用法师算了，按住瞄准。这伤害不太行，主要这个伤害有点太拉胯了，他这个法术不太好。白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解锁一下这个吧。纯素食，纯素食啊，我去，纯素食的话那就是不能吃鸡腿咯，吃鸡腿不回血是不是？确实简单，如果没召唤的话。英雄情节什么鬼？吃鸡腿扣血啊，哇塞，那个太要命了，难怪他奖励175金币呢。哇，45分钟，我去，居然玩了45分钟，那我就继续呀，反正我要先打过这 boss 再说。我赚多少钱？赚了4499，提升符文重量上限。解锁新职业，真的。没关系了，就这样。狂赌符文，超级暴击，最终伤害乘数，命中恢复更多法力。哦，我这红色不够。
红色宝石不够，我要去切换一下，可能是。还是直接买装备，切换一下。这是什么比例？哇，500块250啊！这太亏了吧！500换250，矿石是打造装备吗？矿石是打造装备。接着套件，决心加专注加长拆套，我都打造了，然后再升一下960×1，1060，初始的决心量，初始的决心量还挺重要的，这决心量不够，升个吧。重量不管一下，我重量超重了吗？装备重量150，我装备超重了吗？没有吧。哎，524血，为什么这个角色血量这么多啊？我增加100生命值，但你永远无法受到治疗。我去，刚好这个角色用来打 boss 很好，自我摧毁，这无法永远无法受到治疗。我去，这个牛逼了。那我刚开了那个传送点，我开了那个传送点，我是不是要再锁地图才能够去打 boss？我只是开了第二关的初始传送点，好像 boss 那边他不算吧？推图吧，别打怪了。这个我要锁地图才能够直接打 boss 吧？先打 boss， 打个 boss 再说。哇！他跟我一起坐船了，哇，直接穿着来，来再来一次。不过我这一次这个 B 技能不好啊，没有燃烧，这个伤害不如燃烧弹。还行啊，这技能还可以，有伤害。哎，哎。哇塞，哇，这个有点恶心。看一个看不了两个，
哎，好。哇塞！哇，这没法躲，这个一个盖住就把我盖住了，然后我又得，他下面有攻击，上面有攻击，根本躲不掉啊！哇！这时候我其实我早就死了，哇塞！哎，我这这个怎么躲啊？真的离谱哎！哇塞！幸亏我是两倍的血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我没有乱用啊，我被他击了墙角，我肯定要传送开啊。哇塞，被击到墙角很容易就被包住了，你肯定要传送走掉啊。哦，两倍的血量把他搞死了，过得有点耻辱。还不用技能就别怕，他靠你靠得很近，他一扔技能马上就直接撞到你身上了。你要那个啥，你要看到他技能丢出来，你已经被他打中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好用啊，好用多了，打 boss 尤其是打 boss 确实是很好用，但是你说用这个角色能够无伤，我是不太相信的。无伤还是太不敢想象了。凯尔盖朗高原，看，我是三分钟，感觉这边我应该也快GG了吧？这非常熟练，一直等技能就行。不可能的，人家有一个小场景，经常是强制战斗，你等技能根本不给时间给你等技能的。这游戏我觉得不可能有人做到无伤过关，因为它是肉鸽模式，这个敌人的随机性太强了。除非有什么圣遗物是能够让你一段时间内有个免疫伤害的功能，不然不存在无伤的。我觉得钱不够啊，我攒够钱然后把这边解锁一下。我这个血用完就死了。哎，有啊，有吗？有什么？有道具可以那个啥？有道具可以直接免疫伤害吗？二技能保命。哇塞，还有道具可以秒 boss 啊。哦，是吗？那主要是我还是解锁的东西太少了。哎，有道具秒 boss 的，你前提是你得遇得到啊才行啊。哇塞，这是陷阱吧？哎，
哎，撞到了。我操！啊，死了！这里吃不了肉，能打多少打多少。我要去解锁传送一会儿。二技能有 CD 啊，我去，它又不是无限使用的，是关键时刻才用啊，遇到危险的时候才用啊，十秒钟 CD。解锁这传送门，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拿二技能冲脸，二技能有伤害啊，无敌无敌加伤害，冲脸挺好的，也就冲那么一点点伤害吧，伤害并不高。哇塞，这上面是什么？十点九七点，铃兰，圣母的眼泪，这有什么用？照相什么用都没有。伤害那么低。对啊，伤害是真的低。找二段跳。哇塞，哇塞，差点被他撞到。哇塞，要命了，要命要命。我要死在这儿。哇，差点死在这儿了。好危险。哇塞。哇，这个家伙居然是瞬移。怎么出来的？没有看到二段跳，吃肉也没用。这上面还有刺。一下刷怪，估计那个失恋回血没有，不知道。现在契约已签订，刚好一个小时。现实放到鱼丸啊？咦，怎么老是有新入室给我？好神奇啊！新入室等级三。修骨绝境地狱100%时，每个百分点均可获得魔法伤害加成。哇塞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！这技能是电磁风暴，
哦，这样的强体弱才行。这个技能不好用。厨师真菌超流体，哇，胖体型特质，体型更大是吧？200%的金币，一击死亡，这个也是两哦，这是一击死亡200，跟这个不一样。这应该是血量更多吧？来，要厨师。200就是真正的无伤职业了啊！咱们先上两期视频。